好的，主播，美国众议院周六以335票对上91票通过议长麦卡锡提出的能让政府持续运作45天的临时支出法案，和先前版本不同，不再大幅削减开支，也维持救灾和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所需的资金，但这不包括为乌克兰和边境保卫提供额外的金钱。现在就等参议院通过法案，交由总统拜登签署。但如果法案又在参议院卡关，美国政府就会在台湾时间10月1号中午12:01关门，届时400万名政府员工，其中有大多数人都拿不到薪水，从国家公园到金融监管等政府服务也会停摆。岌岌可危的还有麦卡锡的议长大卫，因为共和党内极右派人士曾经放话说，如果麦卡锡请民主党帮忙通过临时支出法案，就要提出动议罢黜麦卡锡的职位。以上是目前最新消息，现场交换给主播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